你冤枉我啊！就算你出刀，我都唔惊你噶。哼，原来发开口梦。喂，咩事啊？我头先发恶梦，俾人哋对咗刀啊！切，你黐线嘅。啊，瞓觉啦。 趁佢命，攞佢命。
武艺已经登峰造极，又敢一开始要练到文武相全，得唔得啊？咩叫唔得？嗱，必来。嗱，中国嘅书法有四字真言，就系静、平、静。何谓静？眼要静，身要静，花要平。 扎不要有劲，俗语话力头不尖。